有马就有操作的空间。把马藏起来。给他个能看见的，敌人察觉到我军了。差不多三十，敌军已发现我军，
后排干不过人家，已经冲的就算可以了，但后排刚不住。先目标这三个人。正在败退，让这么货连续骚扰了好几回。连着站住这个地方好几次，而且这个地方也烂，妙云田那个意思呀，祸害之地，你站他干嘛？真是祸害之地。啊，管他了，不爽就是不爽，连着让他站了好几回。我还特地去敲他一回，把城打回来了，他把城打，自己城打回去，然后，真是，往好听的说叫坚韧不拔，往不好听的说还是有些用处的。老布斯的。行进，众将起于堂前，含笑欢迎。全军注意，目标明确，立马出击。孔融老儿。坐个船上来，把这个地儿拿了。气人！沟通有误，心有所欲，引而导。我军所向披靡。不过孔融势力小，哎呀！我已归来，这地方。来回争夺好多次，
人们蜂拥而至，赶来此郡。不，不可能这样做。哎呀，他们俩在手上城，我还搞不掉啊。哎呀，这两户走多少步？天，我居然打不过。对了，咱那兵也是太浪了。咱是三队，实际上最垃圾、最垃圾的，弓箭手也没用。只有一个，一鼓作气。哎，等等，这是河，正在行进，若要行进明澈，必须进行修整。谨遵命令，稳住阵型。靠，柔如水，以应万变。为了天下大义，今日此战乃是大义之胜，现在这里归我军所有了。治行天下，夜袭火箭。指挥使，你叫我。威加海内，乱世随定。他是土火火晶晶，秋日一过便是冬季。套装的事儿，真没什么可点的，点个金。随便加一加，等到我彻底的换队伍的时候，咱们再细的调整这道具吧。平时我都憋着卖的，不太当回事。
看，现在大后方存在。地方还成问题了。开战，向前进军。出发。开战。没事也。等等。一统天下。我再去诱惑他。万一过来。从这把我困在这儿。走也不是。好消息是恐龙那边要灭掉。不要围我，你们走啊！请君三思。导致附庸独立。见鬼了！此次会谈收效甚广。两头堵，我都没看过个什么协议。再打下去就完了。挺贼的俩人啊。哎，哎，贼的那货走两步，把自己走一步，他能退回去。畜牧场为什么？怎么可能？哎，等等，先弄他一根草。机兵听命，加快速度，等待。当心，敌人有援兵相助。热的不怎么掉，
军士兵正在溃逃。矛戟之兵打持刀的，还有这个吃戟的，这个挺密的。敌军仓皇逃窜，一群懦夫，给我射击，准备开战。士兵正在四散而逃，骑兵听令，请下命令，士卒仓皇逃命，真乃丧家之犬。骑兵注意，不行啊，这时机已至，没个输出点怎么都不行。为什么没有墙？在行进，诸位猛士，随我征战。啥？该当如此。心怀怒火，奋勇杀敌。释放怒火，消灭敌军。先围着。心如利刃，深谋远虑。谨遵命令，扫平天下，身心再度融为一体。召集商贾，我要视察一下他们的货物。我等心怀忠贞，才有此胜。现在来尽情庆贺吧，这是我们应得的。人口还算稳固，行了，这边是他们俩闲下来了。
他们一路往这儿，现在就彻底的逆时针的意思，中间我们维持住就行。然后这个火哈，这个把自己卖在外头的笨蛋，秩序井然则四海可定，恪守职责。拿起武器，行则同进，战则同袍，见识一下我们的激情。就是我也抓不住。出发，讨平乱贼，澄清四海，天命在此。天命在我，谁敢不服？就说不能，我也抓不住。不杀此等贼人，必须剿灭国贼，让除奸凶，放了他们。路就在前方，集中精神，正气如火，熊熊不息。一个失误就没事了。再给那里头城升升级吧，贵一点，一天三件事都做完了。就是没的意思意思。足下有何看法？到此为止吧。大阵，看看，还不错嘛。没有内防，怎么三面塔？这两面儿，我靠！白龙军大刀，厉害！准备好了，那就我们憋着灭这边的。哎，这个好。弓箭手，准备。这样挡着他们想绕一下贼远。然后这儿还堵住了，可以。准备就绪，弓箭准备，准备就绪，弓箭。这
边这个应该可以搞定。停住！弓箭手听命。一共就有四队兵，来吧。鸡贼啊，往那边！哎呦，哎呦！骑兵，赶快赶快！敌军四散而逃，到底是无胆鼠辈！杀！你还是被包了。军仓皇逃窜，一群懦夫。而逃，到底是无胆鼠辈。血量能到这个程度，真没想到。哎，有机会，这个特殊地形的关系。追吗？来，诱惑你，给你露个脚。一脚踏入城内，受不了诱惑了吧？出来这儿也能被射到，这个地形很神奇的。出来更别提了。快点，建军，加速前进！还是被占了。加快脚步，加快速度，不是武器，投下来。射手在此，进攻！喂，应该保证下射。他错一个，射手听命，快快快，弓箭准备，尽情厮杀，速速前进，投下来，加快速度，杀！
就是，哎呀，做好准备，加快脚步，快跑，我军士兵丢盔弃甲，臣懦夫也，弓箭准备，速速前进，加速前进，赶快赶快，箭甲不留。那别说，真的操作仔细点，真能拿下来。虽然没什么太大意义，哎，他就一个将。住也没什么意义，不，一波未平是一波又起，燃遍天下，释放怒火，消灭敌军。靠！烈火燎原，到头来还得再来一次。全军注意！四个部队一块儿来吧，都敌对的是吗？释放怒火吧，把谋士叫来。拿起武器，全军前进。如此，向前进军，迈向胜利。回来了，你看这地方，你要了，死了这个地方，幸亏是没有。地理位置贼差。等等等等，什么意思？快撤！这次是我们出过头了。
说实话没太看懂。我们的激情，能打就行。怀社宴席，欢呼庆祝吧！此城归我军所有了。今日此战，乃是大义之胜。法去，又得休整，但没关系。势如利刃，双线现在是正在行进。现在我们打的是干的地，之前我们打都是水地。就像这些地方，你爱站回去站回去吧，太水，也没什么好办法。这俩货重退，收复失地吗？我已归来，欢呼吧！正在行进，一统天下，团结一致，悉听尊便，心怀怒火，奋勇杀敌，乱军终于得以平息。此城甚善，先收下了。正气如火，熊熊不息。降了一个级，团结一心。不行，保固江山。那借这个机会。借这个机会，我们行则同进，战则同袍。不，去推董卓，去推这个刘，势力还是董卓势力。这头点满了。建筑维持费，原地起，一号部、二号部、三号部，经济慢慢缓上来了，毕竟不停的占领。我不会与你为敌的，你愿意来就来，随你，那我死你。北方已经平定了，现在再来就南北战争。同况，这他是绝对打不下来的。小失算，居然还有火箭。准备好了，士气已振。火箭，起兵，上马。起兵就绪。别瞎转，哎！大都明，放
往这儿。舰艇就位。再来个大盾。准备拔剑。小盾往后。长剑准备。剑士听命。做好准备。顽强不屈。这边堵住就行了。鼓起勇气。注意。设伏于此，注意，敌手就绪，灭敌军，剑士之命，加快步伐，上，鼓起勇气，敌兵之命，赶快赶快，快跑，剑军，加快速度，投降，准备好了，顺人就行，顺人无所谓。这回你跑不了了，谁在听个赌？一群仓皇逃窜，一群懦夫。头可断，血可流，是箭楼不能丢。你看这是不要不要脸的，要死了还要烧一下箭楼，所以这支马兵拼死也得把他们灭了。月可留，箭楼不能丢。箭楼在。敌军诡计多端，竟然设伏于此。看看看。哈！哎，有本事你给我冲透！横着冲！还弄死你！敌军四散而逃，到底是无胆鼠辈！军四散而逃，到底是无胆鼠辈。哈，敌军士兵正在溃逃。孤胆的鼠辈们，敌军四散而逃，到底是无胆鼠辈。
胜利近在咫尺。斩！最后，希望图上剩的人全只有大众脸，名字起都起不过来那种，就跟黄巾军那种性质才行。张三李四，大事已定，放了他们。河东铜矿，南阳玉矿，矿救全国，这矿者得天下。准备作战。最后一战了吧？再一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，该当如此。全军注意，向前推进，挫其锐志。是绿的就行。诸位举杯相庆吧。阶段任务完成，这是我们应得的。辽东之土，我已准备好作战了。请下命令。看你要什么，你要木，要火。你说这点道具，说来说去最多加成给一个国加成，但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格局，支援范围，指挥的时候，咱们这个格局你多打几个城就好了，什么一个城两个城，心有所欲引而导之，今天不行。哦呦，遵命。那个货的移动范围正在行进，真不行，绝不动摇。正在行进，恪守职责，开战。够着了，坚如盾牌，势如利刃，拿起武器，斩遍天下，点燃激情，痛击敌军。没人，我军如有天助，气焰大胜，此城归我军所有了。气势如虹，全军听令。也是敌人，干掉他。目标明确。他们歇
歇两天，再来。他先走这边了。刘冰山，哦，已经是圈起来了，问中多憋了。众将起于堂前，谈笑欢饮。藏于灵冢，心境澄澈，天下庶几可定。等等，边界在哪儿呢？这都是我地方、啊、向前进军，还真是路就在前方，集中精神，出征数日，今日始归。是不是给我降了一级？钱是不是花的有点鲁莽了？没事，就这样。如果你只玩一个城、两个城，也许你精打细算，咱把那些道具啦、什么的、太守啦、什么都用上。但咱玩的是一把城。就两队吧，弓箭准备，准备好了，听命，射手就绪，弓箭准备，摆不开，鼓起勇气，时机已至。注意，真恶心了。
军士兵丢盔弃甲，朕懦夫也。稍等，好，回来继续。总感觉有人敲门。错觉。我军士兵正在四散而逃。哎，敌军四散而逃，到底是无胆鼠辈。那是怎么让人冲破的？哼，敌军士兵正在溃逃。军四散而逃，到底是无胆鼠辈。没了啊，敌军四散而逃，到底是无胆鼠辈。很好受，很好受，特别是他分兵的话。赢一场，天下就安定一分，是吗？放了他们。这儿接入路径明晰，再一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唯有扫清六合，天下才能平定。心怀怒火，奋勇杀敌。全军注意，杀呀！见识一下我们的激情，摆好阵势，准备出击。等重来。我去，够不着，他都够不着的话。出征数日，今日始归。那又得等一天，十五。不，哎，等等，一统山河。保固江山。直觉前进，团结一致，天命在此，全军出击。每打赢一场，天下就安定一分。欲成大业，必先有立足之地。汉室走向末路，此乃顺应天意，泱泱大国陷入纷争乱世，
曾经的诸侯，如今各怀鬼胎，旧世已亡，天道轮回，其时已终。天下之事瞬息万变，夏日余烬随风消散。你称帝，称帝就解锁那个董卓了吗？一扫六合，优秀的统治者需要对当前的事件做出灵活的政治决策，可以加重粮食或金钱的税收，也可以在他们之间找到平衡点。这个事件是好是坏，还是说我不打这个地方触发不了？不太清楚。好吧，好吧，今天打时间也够长，行，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，明天再说吧。